哎，金莲，你捂着肚子干嘛？啊？怎么回事？不舒服。你怎么了，金莲？严不严重啊？需不需要去医院？啊，你先坐着，你先坐着。怎么了？每个女孩子都有那么几天不舒服，很正常呀。啊，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，那你还碰水？一天天的，谁让你碰水的？没事儿呀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哎，今天，那你这儿等我一下，你就在这儿坐着，你不许乱跑，也别干活了，你就在这儿等着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你记得他是用这个牌子。全部，这三个多少钱？打死你！今天我给你买了点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你要需要什么样的，我就随便买了一点。谢谢。给他泡点姜茶。给你泡点姜茶。谢谢，但是姜茶好喝。不行，必须得喝完。今天加热一下牛眠，缓解疼痛。牛年一生念你一世，趁热吃牛年，缓解疼痛的红枣、枸杞、莲子、银耳、冰糖。刚刚碰了柠檬水，得暖和一下。来，吉莲，你过来。来，你过来，你坐这儿来，坐这儿来，快不快？快，听话，听话。你刚刚碰了凉水，你得暖和一下。来，把袜子鞋脱了。因为工作的事儿我去安排，放心，先在我办公室休息，不会有人来的。炸！看啥呢？血上吗？等一下，把门带上。现在肚子还疼吗？那就好了。我问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怎么这么懂女孩子？可是男孩子这个时候他都不知道怎么去照顾她，谁教你的？这还用教吗？现在网络科技这么发达，我没吃过猪肉，我还没见过猪头吧？所以今天你要好好休息就好了。我也愿意为你学习一些新的东西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是除了我爸爸之后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。今天食身为媒，与身为婢，在我这里你可以永远做一个小女孩，永远被呵护，永远被爱护，永远被惦记，永远被疼爱。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在我面前做一个小朋友。